千百年来，杭州以山水登临之美，人物逸居之繁，享誉世界，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。我曾在浙江工作多年，浙江坚持改革开放，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，正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。祝愿大家在诗画浙江度过难忘的时光，在亚运会圣火下留下美好的记忆。